我们要不要定一下规则？什么规则？说好规则。那我就不接吻。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好吗？但你不觉得打炮不接吻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哪里奇怪？好吧。第二条。现在定会不会太晚啊？都做几次了？十次。你在记啊？第二条，打完炮之后不可以抱抱。你怎么不爱上我？我怕是麻烦。你更怕？